群组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，比如中国大陆啊、台湾不幸的事情，说我们都是跑第一棒的，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他可以抵税。做公益捐献，我觉得我业障太重了。我捐了200块给一个乞丐，我是觉得，我除了帮助到他之外呢，我也帮助了旁边的那些不要给他钱的人，化解掉一些尴尬。朱肯亚，好，可以叫小孩子叫。因为我要手刷他们的信用卡，这样子我才可以得到那几笔钱。请问一下，你最近做了一件善事？解决别人的困难，也找到自己的